目前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的肺炎是一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那么据目前我们追踪的763名密切接触者中，目前已经有681名解除医学观察。那么密切接触者中尚未发现相关的病例，那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随着我们各项防控措施实施和落实，疫情可防可控。抖音。